早上了大早上先生你好吗我想给你自己我们叫一个人的手机安的我今年39岁我好多都中学毕业我还没得人我想过一个我三个也不暗湿暗了没我得中暗湿不空港我去做饭我有十个妻女第一17岁第二40岁第三6岁第四10岁我以前做嘢喺香港3个月由于2004年嘅7月到9月喺屋企有3个人由先生过过60岁两仔落6岁我以前做嘢喺雅加达4年我以2010到2014年喺屋企有5个人由先生大大两个细女个仔侄仔都皮皮，又宝宝80岁。我今年照顾仔女，成个正屋嘅扫地、抹地、洗衫、晾衫、买餸、煮餸。我识煮餸、煮饭、做面、做饭、煎鱼、煎鸡、煲粥等活动。我识照顾老人家，照顾 BB， 照顾小朋友。我要做嘢喺香港，因为我要揾到啲钱俾屋企人当米自己。多谢大大，多谢先生，最近喺香港，拜拜。